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与您又再次在空中相遇。今天早晨，我奉耶稣的名祝福您。透过神的话语，我们要来遇见神。愿神透过每一次默想神的话语，能够进入到神一切的丰盛里面。我是思恩堂的李牧师，期待在接下来这几天，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神祝福您。马可福音16:9-20，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耶稣在复活之后，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复活的主日，他第一个所看见的人。为什么耶稣先向玛利亚显现，却没有向他所亲爱的门徒显现呢？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因为神晓得谁是爱他的人，神要亲自向爱他的人显现。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曾经在身上有七个鬼，被耶稣赶出去，她亲身地经历到耶稣救赎的恩典，存着这一份单纯的爱，她始终跟随着耶稣，直到耶稣死去埋葬，他都没有离开。而相反的，我们看见当玛利亚存着兴奋的心情跑去跟其余的门徒诉说他所看见的复活的主，我们看见门徒的反应令人感到非常的吃惊。因为不止一次，当玛利亚显现向他们诉说耶稣的显现，他们的反应是不信。后来有其他的门徒也同样的向这十一位门徒来诉说复活的主，他们依然是不信。为什么这些门徒心里如此的刚硬呢？耶稣亲自的显现给他们看的时候说：为什么你们不信那些在我复活之后看见我的人？
你们心里刚硬。求主耶稣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虽然曾经经历过主的恩典，也看见他行许多奇妙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里仍然是被不幸的这样子的恶心帕子所蒙蔽，以至于即使有人兴奋地跑来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的消息，主耶稣至今仍然行做大事的这样子的信息，我们仍然存着一个负面抵挡的心来对待。求主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在现今的信仰生活里面，是否我们也像当日的这些门徒一样，我们求主挪去我们里面不幸的恶心，挪去一切蒙蔽的帕子。我们看见当亲眼见到复活的主耶稣，这位玛利亚跑去告诉门徒的时候，这些门徒正哀痛哭泣。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主耶稣已经复活，所以我们的信仰所信的主好像是那位不能够做什么事，好像是仍然是甚至于是在坟墓里面的，但是主耶稣已经复活，坟墓是空的，至今他仍然活着，在信他的人身上他要行做大事，他要行做奇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情此刻正被忧郁所蒙蔽，若你的心情此刻正是充满了忧伤，若你感到对未来彷徨怀疑，请我们一起把眼睛转向主耶稣，求主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挪去蒙蔽的帕子，让我们认识主耶稣至今仍然活着，他活着就在今日，他要为你行做大事。让我们抬头仰望他，让我们丢掉那一切负面的思想，把一切心中的忧伤交托给主，仰望主，他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之后，耶稣亲口吩咐门徒，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耶稣应许当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必有神迹奇事要随着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经历过神迹吗？你渴望经历神迹吗？当我们确实的照主所吩咐我们的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就会经历到奇妙的神迹天天随着你。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有的时候这个需要的人就在你的身旁，也许就是你的家人。当你愿意照着主所说的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伸出我们有益的手，我们伸出祝福的手，我们为我们身旁的人来祝福，你就会经历到奇妙的神迹真的随着你，而且就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中奇妙的来发生。所以如果你家人还没有信主，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让我们照着主在圣经中所吩咐我们的，照着他的话去做，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圣经甚至于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奉主的名赶鬼，鬼也必出去。主耶稣复活之后，把得胜的权柄给了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去用，我们就会看见神的权柄能力随着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的，因为主已经把那得胜的权柄赐给了我们，只要我们凭信心去宣告，凭信心去祷告，凭信心去祝福，你会经历到每一天有奇妙美好的事随着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独生子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尊崇你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死亡阴间魔鬼的权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赐给我们这得胜的权柄。主耶稣，我们只要奉你的名为病人祷告，我们就会看见病人的病就必好了。
当我们奉主的名赶鬼，我们也必看见黑暗的权势必然退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的权柄，帮助我们每一天靠着你过得胜的生活，靠着你成为我们身旁人的祝福。主，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献上感谢，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